人当中长那么大，第一次当老板，好、哦，好，好，高兴，高兴，好。那这一部电影的来源就要谢谢蓝正龙啊，因为蓝正龙如果拍《鸡排英雄》以后，大家都做好兄弟，那很诚意。那个时候好像还没有追到周一婷。那个时候还没有追到，哎，还没有追到，有没有追到我是不知道。他就来请我喝咖啡，啊，我们就在喝咖啡当中想来想去，我就看到，因为我喜欢蓝正龙，啊，我就说蓝正龙你的行，我们来弄一部不一样的电影。我来想，他就依照他的典型下去，啊，他把剧情的一天一天。在想想到我到南部看医生，然后回来坐高铁，再想到一段，他在写写到我哭出来，哎，我会哭，那个得了，哎，那个有劲哈、哦，所以我就跟那个男主人讲说，这一部片非没有你我就不拍，对不对哈、哦？然后第二，谢谢我们吴克勤，吴克勤他说男主人是我兄弟。吴克勤也是我兄弟，为什么他有拍电影，他没有拍？哎，我说好，一句话，我来写，哦，我来写。啊，真的，我这一次你的戏比较普通重，哦，但是很屌。我们三个人，哦，戏里面就是三帅，一个是性格帅，一个真的帅，我是西帅，哈、哦，啊，就是很高兴，哈、哦。这部电影，然后我就想到，哎，这个蓝正龙的妈妈，还有那个吴克勤的妈妈，决定要有一个很分量很重的，啊、哦，我就请了金马奖的影后，我们杨贵妃小姐，然后她的爸爸，她的爸爸，哦，就是她的老公，这个男主角的老公，绝对也要很稳重，就请了。黄仲坤啊，叫黄仲坤。那这个剧情不要再讲下去。为什么请我们吴鹏哦？吴鹏配角，对不对？做一次就中奖了，第二次也入围，第三部也入围，哦，对，不得了。那这一部戏看来也决定保证，我跟导演就是要抢他，跟那个杨贵妹开会就是要抢他。最后他还是跟我们在一起。这一部戏。看到最后，你才知道吴鹏鹏的戏真的不得了的人啊、哦！然后最后呢，我在想，想说那女主角要来想，要想谁？假如要抢救那个，来请那个有名的，哦，都好几千万，都好几千万啊！啊，这头就很痛。哎呀、啊，我本钱又不够，哎，那怎么样？哎，我就想到。想到我一个朋友赖佩霞，赖佩霞的女儿谢佩恩，哦，我就看过她的连续剧，但是她演的都是小三，对不对？那我太太就给我一个意见，演小三不要定型。爸爸，这个赖佩霞是你的好朋友，捧这个新人来捧，绝对很棒，不要给人家固定你的角色，所以就决定用那个谢佩恩。哦、希望我们有这个机会把这一部电影做得很好。好、哦，谢谢。那个。